画画是我很小的梦想，其实我的退休的生活基本上是想要完全投入绘画，因此我才差不多50岁左右就开始准备这一件事情。我个人是特别喜欢肖像跟人体的画作，我觉得我可以深度的去刻画一个人的个性，还有骨骼结构啦，这一些是我对绘画艺术比较向往的部分。时钟会产生兴趣，其实是慢慢来的。买了一个以后，开始研究它，发现，哇，时钟是一个非常奥妙的人类的设计，它如何去计算时间的准度啊？动力来源，它也有千变万化的不同设计。如果把这400-500年钟表的历史全部都弄懂，而且都收藏到手，更何况我都把它修好的话，那个成就感跟内容的丰富度是，我不晓得一般人好像很难体会我这种满足感。这两个喜欢的事情，他们给我带来的喜悦度又不一样，终会给我带来成就感。因为我画画画的不是很好，所以绘画对我来讲会有挫折感，所以终归就底，时钟带给我的快乐还是比较多。目前，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古早有一句俚俗语讲叫做“食老的有三好啦，吼哦，顾孙好啦，顾厝好啦，啊个安尼吼，迄个较好啦，吼。这吼，这都是以前啊，以前迄个传统社会，大概对于这个食老，就是讲退休的时阵的感觉。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吼。我们上一集访问的三位来宾呢，都对退休非常的有想法，而且给我们带来正向的力量。我们依然邀请他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退休练习曲》作者江玉成江老师，你好，欢迎，还有荒野保护协会解说员吕恒如吕小姐。我们諮商心理师石律君，你好。我们还继续哈，就是跟江老师继续快乐下去哈。除了画图，听讲你搁做背包客，甲一群好朋友，都是退休之后的好朋友，然后去游山玩水，是去闲云野鹤，是嘿啊，你诶个拢甲厝诶绑咧，甲恁某绑咧，你甲你对人走，一个月啦，一个月个你啊，一个月啦，那还可以啦，是讲你才10几岁吼，啊，那时间一个月安尼，对，哇，你一个月去到加拿大，去加拿大跟美国，自己。自助旅游这样子哦，因为你感觉讲以前啦，出去佚佗的时阵拢人安排啊，上车睡觉，下车尿尿，进店买药。哎呦，那种旅游哈，我现在想起来，当因为我有自助旅游背包客以后哈，我以后大概也不大会参加旅行团的。有去过罗浮宫，法国巴黎罗浮宫的人都会有印象哈。来。现在开始3个小时哈，我们要冲一下，我带你们去看那个三宝，看完了以后，好，那个剩下2个小时，你们自己逛啊，等一下在外面集合。一个这么漂亮的罗浮宫里面东西这么多，你3个小时要看完？对，不可能，不可能，跟咱去故宫，就好像去打卡一样。我去了一趟加拿大。当背包客以后，我才发现原来背包客的旅游是可以这么样的丰富。你像哈，我从加拿大开车到纽约，你们自己开车租车？自己开车，自己租车开车到纽约哈。我去大都会博物馆，它最有名的哈。它一张票上面写说可以看3天。哦，我看完3天还没看完，我回过头来回来台湾，我还问很多人说哈，我一直觉得。大都会有看3天人大概没几个，
可以数得出来，可是我就是其中一个。但是旅游的品质完全不一样。对，哎，可是，话又说回来，我会当背包客的最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我觉得那个省钱，而是因为我在退休之前就去学画，所以我退休之后交了一些画画的朋友，是大家一起要去加拿大追那个枫树，冬天呢，枫会变红色的，你们去写生，写生，我们去写生一个月。所以如果说我没有提早做准备，我退休了，我同事还在上班，我跟谁玩啊？可是因为我有提早准备，我交了一些画画的朋友，而且都是非常优秀的画家，然后跟着他们一起学习到加拿大去写生一个月，那种练习，那种生活的品质，哎呀，终身难忘。对。然后听说你还那个博物馆是你硬要人家去看的，是不是？大家都有喜欢的，所以我们就四个人就开部车到纽约去。我们到纽约去是一天住$5的那个艺术家村呢，艺术村。就我们台湾有一个朋友非常非常好，他在那边有了一个房子，不就是说没有使用了。对，他欢迎台湾的艺术家。去登记，把你的三个作品寄给他，他觉得你没有骗他，你真的是艺术家。你要住多久可以申请？哇，这跟我们台湾的驻村计划有一点。对，他一天只收我$5呢。哇，$5只是为了给欧巴桑打扫嘛。我要走的时候，他请我那一餐饭比他跟我收了$5还要多，还要多。哇，那不错，就退休以后交的朋友都不一样。不一样，对，也让你大开很多眼界。对。那听说那个江老师还会摄影，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请教一下江老师。我们先请教一下吕恒如啊，你听说你用徒步去环岛，你有需要捡干呢？对。是什么原因啊？无，你背后一定有原因啊。只是讲，用一种较趣味的方式跟你问啦，哈。因为什么你要徒步环岛？这个是我们徒步环岛的朋友，就是我们有四个人去。那其实大家都问我说，你徒步环岛的梦想结束？年纪都不一样不一样啊。你最年轻我最年轻哈，对，我是其中唯一的女生啦。这个是我儿子，另外两个也是我们荒野保护协会的解说员，是30几岁的年轻人，神人，对，然后就走37天，然后因为前年前年疫情期间嘛，所以他们两个都是做导游领队啊，跟教画画，这个教画画，然后 就是没有，就疫情了，没收入嘛，就开始去实现这个愿望。他没有钱啊，他们没有钱，不是我没有钱啊，但是他们没有钱，那怎么办呢？我总不能让都我出啊，我没有办法。那对，所以我后来的做法就是，我就干脆那个盘点一下，我50几岁，我有没有很多朋友？全台湾有多少朋友？所以我37天里面只有7个晚上。在花东的地方，就是我朋友很多，但是花东的那个原住民朋友太少了，这是我要检讨的部分。我以后我会努力在这个部分。你的目的是什么？只是去检视你的朋友圈够不够宽，还是你的目的？你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没有目的啊，我就是我刚刚讲，就是什么东西送到我眼前啊，我都觉得老天爷送来给我，要做什么啊，我就好，我去。那我就去了。所以你就是觉得别人要做什么事情，你想做的你就跟上了，然后也就顺便盘点一下你的朋友。对，不过这个比较神奇一件事，我每次在演讲的时候，我就是我后来就回来就把那个我只要做过事回来都可以演讲，讲完之后就把钱赚回来了，这样子。我整个30几天，我只花了1.2万，我只花1.2万。是，就是住宿会啊，住宿还有别人提供。那7天要住到12000还要吃啊，吃对，总共加起来，刚刚我跟江先生聊了一下，他一直在想说他要改装车子才可以省钱省住宿，徒步环岛不会比较便宜，你光想住30几天，这是一个很可观的钱所以是要超过3万以上，可是我只有花12000，
请问你怎么放话去跟朋友说？我要去你家哦，哎，你要我躲哦。放话，我不是放话，我不是这种人啊，真的。不然呢？我问你，我如果跟你是好朋友啊，我如果要住你家，你会不会请我吃晚餐？会啊，会啊。你会不会附带明天早餐？可是你怎么告诉人家说我要去住你家？没有啊，我就很自然问你家可以住吗？我要徒步环岛，你知道我的朋友大家就开始，我很高调，因为要住人家，所以我就 Facebook 就放消息出去了，然后就很高调，然后大家，我们还有朋友那个没有跟上那个让我住或吃请吃晚餐的，懊恼，很懊恼，所以在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发现啊，快要结束，因为我每天 po Facebook， 快要结束了，快要结束了。所以有的来抢请午餐，午餐抢不到就抢凉水，然后在中途来从台北赶到新竹，来到 Seven 就说 Seven 随便你们吃，那是能吃多少，又不能背走那样，然后就我们就这样，就每一段都有人这样，所以我就觉得我很感动，所以我在演讲的时候我都说这一趟是一个疼惜之旅，我好多人疼我，我觉得我很感动。不过我每次在演讲的时候，我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回头又问很多人在台下的，我不相信大家没有朋友，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你好意思跟人家问吗？就像你刚刚讲怎么放话，对不对？没有啊，我就很自然，因为我的朋友都跟我一样随和啊，我就问说可不可以住，有人还是会拒绝，因为他家不方便住啊。哦，若是没有房间也对啊，就会有人不方便住，就想办法找可以给我们住的别人家给我们住然后有的人就找我们这样子，就反正我就觉得我问了他说可以，我就相信他可以，就这样，他们也都很欢迎，就是我们可以去。然后我们前几天大概前两周啊，我们做了一件事，就是我们四个人就开一台车，用三天的时间回头去送感谢状，送感谢的那个卡片，然后在上面签名，然后又吃了人家一顿，这有吃够甘不了哦，回头还要再来一次。对，我们不能回头，每一个都请，那我这样子省的钱不就没了吗？所以我们就送一张卡片，就是我们当时要出门的时候，我们就一张卡片，就画图这样子，然后最主要是我们就到每一天我们当天的终点再去拍一张照片，我们几个就用三天就这样把它绕一圈。人家说你们是太闲吗？然后我说没有啊，我们就每一个时刻都很 enjoy 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好可以空下三天，那这三天的每个时光我们在车上啊，那个地方我们上一次走到那里啊，我们在那里做什么，你知道那个回忆那三十几天，对，我觉得好好玩哦，对，所以我很开心这样。对啊，其实我的生活里面就是不管退休前或退休后到现在，我都是一个每一个当下每一天我都 enjoy， 每天都很开心，我在教书工作也都很开心。我在生活上的调节啊，因为我有两种不同的兴趣，我今天觉得挫折感如果很大的话，我再来修钟表，修钟表，我想搞，哎，对对对，没有，哎，的确是这样子。地方我们上一次走到那里啊，我们在那里做什么，你知道那个回忆那三十几天，对，我觉得好好玩哦，对，所以我很开心这样。对啊，其实我的生活里面就是不管退休前或退休后到现在，我都是一个每一个当下每一天我都 enjoy， 每天都很开心，我在教书工作也都很开心，别人都觉得说为什么你每天都那么有活力，为什么你每天都那么开心，我就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问我呢？那就开心。所以很多人都说退休会得忧郁症，在两位身上看不到啊，因为很会安排自己嘛。那罹患忧郁症的是真的是走不出去的，对不对？应该是这样。我们刚刚从那个江老师跟吕老师听，其实他们在那个有全职工作的时候，江老师好像就开始学画画了嘛。对。然后吕老师好像在当老师的时候，就有因为孩子的关系有去做这个荒野，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退休是有一点是已经把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已经融入到那个现在的工作了。那我觉得他们光要做这些事情都一个人就不演啊，
我觉得应该不太有机会，是很忧郁的。那我自己觉得忧郁，因为现在忧郁其实是很多人都有的。对，那其实忧郁本身并不是什么不能揭露的，只是有的人好像对忧郁这件事情会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就没有处理。那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也许他并不是在退休后才忧郁的，也许是一直有一些事情都卡在胸口，他没有处理。对，然后我觉得一忧郁啊，因为人是这样子嘛，一有很多时间的时候，忽然千愁万绪就出来了。所以有时候这个忧郁，有人会觉得这个忧郁好像是退休才有的，我觉得这好像对退休是一个也是有一点污名，就说啊，你都没事情，所以后面乱想，你可能以前很忙，没有时间想。一定有前因才有后果，对对 对, 对、那所以因为感觉两位老师好像都在专职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安排自己这个休闲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感觉两位的这个退休其实是渐进式的练习，就可以顺利衔接到旁边。所以我是觉得不管哪一个阶段的人，其实如果自己有发现自己的情绪有长时间的低落，或是好像不太能说，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找信任的人聊一聊。有时候情绪是这样，有人会说来諮商是不是就好啊，我想应该是说每一个当事人就是自己问题解决的专家。有时候我们只是提供他一个平台，然后让他讲，有时候讲一讲，也许有些心里有很多的千愁万绪，好像透过自己讲也好一半了。所以我觉得好像能说能信任别人，能先说，好像就是一个蛮好的开始。所以退休一定是忧郁吗？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没有退休就很忧郁了吧。对对对，其实就是很多人也会觉得说不喜欢承认自己有忧郁的症状。其实这个忧郁的名词给一些比较传统的长辈会觉得说好像我是丢兵呀呀哦，我是安暖，所以就不愿意敞开心胸。对，那其实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大家真的要好好看一下，尤其如果说你正在步入刚刚就是石老师说的这种到过百了，过百之后你要规划的时候，真的这两集节目你一定要看。好，我们好好来跟江老师还有吕老师学习就是江老师真的十八半步的走走走的怕多十八当人，他竟然不能跳步的跳，要跳鼻来跳，要跳鼻整来跳。说你到有一个钟表博物馆哦。那是我自己的小型的啦哈。我是一直期望哈，看看哪一天能把它在台湾建立一个钟表博物馆。哦，你现在是工作室，但是你期待有一个博物馆，希望能把它扩展成一个博物馆。因为钟表这个技术哈，如果你看人类这样的文明史来看哈，钟表、发电机就是火车啦，就是工业革命的时候，就是发电机，还有今天的电脑，以及手机，你如果数得出来，大概就只有这四个发明是对人类贡献很大的。钟表是一个非常台湾，尤其是非常陌生的一个技术。如果能把这些我收藏的这些东西，我收藏那些东西都不是只有用钱去买哦。我没有那么多资金，所以我都是买坏的来修的。所以我那些钟表，如果说连包括我的维修过程都把它记录起来，变成一个钟表博物馆。我相信对台湾未来这个社会的贡献，应该会占有一个小小的让每个人这个休闲的时候去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业啦。但是钟表你有学吗？我没有，我完全是靠自己去买国外的书回来看。所以啊，我都毫不客气的跟人家讲台湾的任何钟表修理店的钟表知识都不会超过我的涉猎因为我看外国的这个技术的书籍已经是花了
三四十年的时间了。因为我最终就是要把它成为一个博物馆，所以我必须要具备有这一些基本的的知识嘛，跟范畴。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兴趣，其实我的退休生活就非常的丰富。那这个丰富也是因为我在退休之前就做了哦。对，我在退休之前我是没有时间去修理这些东西的。对，可是我有财力去买很多钟表，故障的钟表跟故障的零件。哎，这样子都是古董哎。是，都是古董。如有机会可以参观我的自己的钟表那个小博物馆啊，是非常幸运的。我是可以这样宣传哦，因为我一直最后就是要把它捐出来嘛。我在退休以前买了非常多的零件，那现在呢，我几乎啊，就钟表是画画跟钟表都是我喜欢的东西。可是钟表是我的，变成我的专业。我可以做的很高兴。画画是我喜欢的事情。对，可是他高手云集。他又常常造成我的瓶颈。对，所以我在生活上的调节啊，因为我有两种不同的兴趣。我今天觉得挫折感如果很大的话，我再来修钟表。修钟表，我想搞。的确是这样子哈。那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目标，我的生活，那我现在每天的手机拿起来就到全球的那个拍卖场，就开始在找有没有我缺的。不只是找我缺的了。拍卖场不就很贵吗？不会，那个有很多像eBay那些怎么会贵呢？不是贵不贵的问题。我是在寻找故障的。因为故障的我可以用很廉价的这个金钱就可以购买得到。那因为这样才是能显现出我收藏的意义嘛。我既没有财力雄厚，然后我又有丰富的这个钟表知识，那这个当然如果去寻找故障的，对我来讲是最好的结果。那你修理的时候有录影吗？都有。有的我都会录影起来。对啊，我都有做记录起来，因为我后面有一个目标嘛。所以这些准备工作就可以让我自己生活很丰富。就是说每天都有期待。我刚为什么笑呢？我想要请教老师哈，那些钟表应该都不是自动的吧？你每天人拢爱去转的哇，领导几个表啊，钟表，你就规天哦，透早起来讲哦，这条要转嘞，这条要扭扭扭。那我最大的笑话是哈，我任何一个房间至少都有三四十个时钟了，都是古董哦。每一个到我家来参观的朋友就说，哪一个时钟要看哪一个才是准的啊？没有一个是准的。对啊，不是啊，啊那停起的，你反射是对，看心情了，看心情了。不过大部分我都会让他走。我是一个时钟非常奇特的收藏家，就是我不容许我的时钟不走了。所以你只要到我家，大概都会看到时钟在走。一个房间就三四十个啊，整个家你们对套餐转个暗，对，大概应该四五百个跑不掉。哇！所以如果我那个自己享受，我觉得实在是应该要 publish 给我们朋友，台湾的朋友，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这种东西。尤其是我都把他的衣服扒光，你看到里面的机构在运作，但是非常非常好玩的东西。对啊，应该架一台比较好一点的摄影机。对啊，应该是。对，像4K 的那种，现在的摄影机都有 4K 嘛。我觉得一定要记录下来。对，然后去跟政府争取一个地方，就让它可以展现出来。对，要变成永久性的。对，好棒。如果博物馆开了之后，我们一定去参观。好，谢谢。是我人生第一次露营，我就说一定要把我拍美丽啊！会啊，应该其他人都没有那么在意这件事，我都说要才两周前通知我，这样怎么减肥呢？要两个月吧。
请教一下吕老师，听说你喜欢户外活动是原因是为了你的儿子？应该说我喜欢户外活动，原来是因为我是大学就是童军团的。对，这个是我去美国参加世界童军大陆营。我这个我儿子也去啊。然后我儿子在小学的时候，我就让他开始参加童军。我从大学参加童军到现在，都还是在当童军团长。对，就我还是回到我们原来那个学校继续当童军团长。然后我人家问我说，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毅力可以一直做这一件事情，做服务的志工服务这样子。然后我都每次跟人家说我信童军教跟荒野教这样子。对，就是这个是我们曾经因为我大学因为童军的关系让我学会很多能力。然后我一直其实是在做一种回馈，让我的学生有另外一个舞台，另外一个可以做的一个活动。然后你刚刚讲荒野这个是因为我儿子那时候读幼稚园的时候，那他的那个园长告诉我可以去当荒野的解说员。那因为他荒野解说，我就可以带他去户外，他的身体才会健康。因为我儿子出生只有860公克，他早产7个月就生了，我妊娠读血其实是血压高到200，其实是快死掉这样子。对，那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带他，我只要去解说他就跟我去，解说就跟我去。那所以我常讲说一个东西，是我本来是为了他做这一件事，可是当慢慢我在那里交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那也经常出去户外，所以我就说等到他现在我已经不用为了他，可是我已经在那里投入很多。对，所以我就交到一批志同道合可以一起变老的朋友。我觉得非常好，而且我在目前我都还有能力可以做很多志工的工作，包括去带人家进摊啊，带人家做各种活动。我刚刚还在跟那个石老师说，我还会做带人家做森林疗愈的课程啊，带一些张老师啊，带一些民众。对，然后或自然观察的部分。或者我还要去帮人家做老师的培训，这些课程就是后来都在帮别人做教育训练的课程。就是因为在那里学会很多，收获很多，而且我也带着我儿子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我有时候经常告诉他，就是我带我儿子让他喜欢大自然，其实是送给他一个身心灵平衡的最大的礼物，最好的礼物。就是他这一辈子在行走江湖的时候，不管怎样，就刚刚讲忧郁症这件事，他其实不太容易会出现这样，因为就可以到大自然去，他就会习惯。所以你现在就是出去也是都会带着儿子，就像你走环岛、徒步环岛，你也是带着他。要看他的时间啊，因为他已经长大了。现在他比你忙就对了。长大有他自己要做的事啊，包括他可能那时候他徒步环岛只有跟着19天，因为他读大学了嘛。对，所以他不一定时间可以配合得上。如果配合得上，像他小学以前，就是高中以前，小学以前或国中的时候，我做什么活动，我还为他创办了一个亲子的旋风团。荒野的一个旋风团，每个礼拜每个月都要去做一次活动，帮别人带课程。然后爸爸妈妈都要来。大概做了八年的时间做这样的，然后为在我们台中创办第一个团这样子。然后就是为了他，就是我很多时候都是为了他做什么，为了他做什么，就是老天爷叫我做什么，然后就遇到了我就做。那我就勇往直前的做到最后，后来发现很有趣的一个东西是，我的演讲题目叫蜗牛带我去散步，就是我就接受这一件事，然后我就勇往直前，可是我最后都收获很多回到我身上。受益最多的是对啊，所以我都觉得每件事情来吧，我就说来吧，那我就去做。然后我都在想说，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老天爷要我做什么，没关系，反正我没有大智慧可以去悟这件事，但是事过境迁回头来看，哇，原来就是这一件美妙的事情。对，然后我就跳出另外一个境界，所以我的生命就很丰盛了。所以经常我的朋友看我的 Facebook 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玩得那么精彩，做课程然后办活动做什么，对，然后就很精彩这样子。对，又一个一个去突破，像我今天来这里第一次来录影，又解锁了一样东西，这样也蛮好的。谢谢你。
解锁是就是第一次露营啊。哦，像你经常露营，你对你来讲露营没什么，对我们不一样啊。上来露营、没有啊，我们碰到你们这些专家，我们也都战战兢兢的呢。没有，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露营，我就说一定要帮我拍美丽啊。哦，会、啊、应该其他人都没有那么在意这件事，我都说要才两周前通知我。这样怎么减肥呢？要两个月吧。你永远会永葆青春，你因为你下半身都不会换嘛。所以我们都可以也把这一集这样直接放上去，有没有？我们搭配别人的声音。对，我们朋友就说：“哇，你又多了一样新的那个解锁了一样东西了。”哦，我觉得好好玩哦。对。但是我觉得像你这么开心快乐的心情，然后把你人生的经验哈，跟节目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分享，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因为你去演讲，坦白讲，也大家也有收获，就在那个教室里面或者是讲堂里面，那透过电视的传播力是不一样。对，就像我说歌仔戏，我们其实可以在舞台剧，那舞台剧大概进来的人都是一两千位，可是我透过电视歌仔戏、我三十集的《嘉庆君游台湾》是1500万人口、是累计有1500万的人在看这出戏，所以那个传播力是很强的。所以我们只要有正向的观念，我们都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透过人生调色盘这个节目分享给大家。然后有的在犹豫的啦，或者是不懂得怎么办的啦，或者是想要学习姜老师或者吕老师，这样都可以透过我们节目去找到一个做法。如果不知道的话，还可以找我们的心理咨询师，对不对？对，就是我们的石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法族有找你心理咨询的故事？哦，好，那个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一般来咨询的大概都是比较年轻，因为现在年轻的人对于咨询是比较能够接受的。那我有一个这个银发族，大概快70岁，所以年纪蛮长的，是跟女儿因为吵架被两个女儿带过来的。然后一来谈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她2年前这个丧偶。那我们在这个心理学来讲，就是这种就是最大的打击其实就是丧偶的这个部分哦，知道那个吕老师就是，那所以他好像就没有特别谈这个事，他的女儿两个成年的子女也很担心，那再一谈又会讲到他以前跟原生家庭的很多的事哦，可能譬如说他小时候长得不是很漂亮啊，或不是很会读书啊，那可能就是小时候爸爸妈妈就是没有都会比较注意他的哥哥姐姐啊，那可能他结婚之后也会用爸爸妈妈对他比较严格的方式对他的子女嘛，一定会嘛啊、那年轻人怎么能够吃你这个排头呢？就会觉得你这样子很不能沟通嘛。那来谈的时候，其实我看着女儿就是有一点姐妹一言一语的攻着这个就是这个银发族，我其实心里当下也有一点难过，然后就觉得他还能够来面对很不容易。那后来他就进入个别的諮商，那谈一谈，其实后来他做了一个蛮不错的事，他其实大概60几岁，就是先生过世后他才去学开车，那算是年纪很大。然后就是为什么因为他想开车，其实很多都退化，是他特别找了一个教练来教他。那我就有访谈他的时候问说为什么呢，他说他很想念他的老公，他说他想开着他的车感受到他的这个车子的气味，然后很像他先生以前在他的时候，所以我听到那个时候就觉得很感动，然后再讲到他跟爸爸妈妈，爸爸已经不在了，跟妈妈和解。哎，我自己觉得他能够面对原生家庭的事，好好讲过去的一些伤痛。哎，我觉得他很不容易，哎，比我在大学服务的大学生还不容易，因为大学生来找我们，我觉得他可能已经有这方面的概念了。可我觉得他都快70岁，还能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他也是觉得预备好什么时候过世都可以的，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像家人或是有一个好的关系其实好像是很重要的。这是我印象中一个银发族来諮商，让我其实讲到这里我都有一点对感动。觉得
就是他特别讲开车的那一段。我觉得像老师你这么感性的人，应该每个人去諮商的时候你都会跟着哭吧。我其实像这样的工作我就没办法做，因为我看到人家讲他的心事我就会感同身受，然后就会掉眼泪。所以像你这样，你每个故事会都会哭吗？每个人跟你諮商的、因为其实啊，就是有时候可能做这个行业这个共感性比较强。那所以就是我们自己在諮商完之后，这个工作跟私下就要分开。有的人会去做运动或冥想，或是透过宗教，就每一个人有一点像要把这个接触到比较难过的事情要能够排除。但我们常常黏附着，其实也蛮容易就是会吸收到很多很哀伤的。那可是在当场哭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当然你现在忽然要叫我哭或要打我哭也很难。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哭就是可能他讲到一个东西很触动我。我觉得每一个当事人其实对我来讲都是生命中很重要的老师。因为其实他不认识我，我是陌生人，也不用跟我讲这么深的事。可是讲了，其实我觉得我透过他讲就觉得有一股这种好像看不见的情感在流动。其实自己听的是很理解他女儿为什么要叫他来处理这个丧偶的事情，大概就能理解女儿的用心了。大概是这样。他跟着给他朋友看，给他同事，他们就这样散开，就然后结果呢，他加入荒野之后，他每次拍多有成就感，我告诉你会很开心。大家就拍到什么，然后别人就好厉害，对，所以你很适合加入。哎，对啊，我们一直跟三位来宾，像跟姜老师、吕老师都有谈到退休。是，那石老师，你这个职业好像没有退休的烦恼哈。他今天跟我们聊天聊到很想退休啊，真的、就觉得你们很开心哦。对，刚刚在在准备的时候聊天聊到说他也好想退休。对，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我们在諮商最喜欢的当事人啊，我觉得就找到自己啊。很多人不太知道自己要什么，就这一生活在社会文化期许的自己。那我觉得他们想要什么这一件事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听到他们在做他们自己喜欢的事，我是真心替他们开心。那我这件事就会反馈到自己，想哎，自己有没有也很想做的事。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应该跟他们学习，也可以在工作中就开始一只脚跨在外面，一只脚里面，脚踏两条船。有时候脚踏两条船就是一个练习啊。你看他们的这个转衔都转衔得很好，所以他们不会有这种65岁或几岁到咔啊、我要退休，不是这样，好像是顺水，然后顺水而流，很自然的发展。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很好的这个退休的练习。你像所以我觉得挺好的。像我们今天结了多少善缘啊，真的马上你连石老师都想要提早，我觉得都给我们大家一些警惕，就警觉啦。就我们应该，我们如果大家都希望活得长长久久的、长命百岁，那长命百岁我有很多人都说我要顾什么创啥，不代志做啊，这些朋友都没去了、我自己一个活了有什么路用。所以我不喜欢长命百岁。我昨天生日别人快乐，对，我10月10号，别人说祝你寿比南山，我说不要这样诅咒我，我说差不多就好。但是每天活的时候都很开心，很开心，就在很开心，有很多朋友，很好玩，然后可以一直聊天。是是是，那石老师，你刚刚如果说有想要提早规划退休，你最想做的是什么事？我最想的就是不要再被局限在一个专任的工作，然后就是可以做行动心理师，然后可以自己安排时间，然后自己想接案的时间。我觉得我很想要自由跟自在。就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如果喜欢摄影的话，我也给你
可以推荐姜老师看。姜老师常拍昆虫，是为什么突然间会发现你的目标会锁定在那里？我拍昆虫其实是为了健康，因为我每次爬山来当成我健身的一个最主要的运动。可是每一次要出门，礼拜五要出门，我太太就说，有一点阴天，可能会落雨，莫去哦，莫去。太阳稍微大一点，他就说，怕乌油，怕乌油。是爬山你都会找他一起去？我都找我太太去。后来我就觉得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没有创造出一个另外的兴趣出来，对，爬山可能就会夭折了，就这个兴趣就会，所以我就说，我们来拍昆虫，爬山拍昆虫，这个两个结合，累的时候就拍嘛，对，不累的时候，我还决定拍昆虫是说，不只是拍昆虫，我要拍昆虫100个交配的镜头，100个难呢，很难，不过这个都这是局外话哈，最重要的就是说。我是为了健康去拍昆虫。对，我拍昆虫里面又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我在看蝉在金蝉脱壳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说，那他知不知道他脱壳以后跟他前面这同一个生物嘛？他知不知道他的前身？我就想说，他很可爱的，我好像上帝。我看到他在转世啊，对，我当然还不至于让我去相信前世今生啊，但至少让我觉得昆虫是一件，我们人类可以学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从昆虫里面学到相当多啊，比如说包括昆虫到底有没有爱情，所以我们人要常保好奇心，对，昆虫有没有爱情，昆虫会不会算数。很多昆虫会的我们都不会啊！你自己要想，我能不能访问昆虫？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金蝉脱壳？对，我还碰到没有脱壳成功的，眼睁睁的看着我说，你能不能帮个忙啊？什么？就是卡住了。他在地底下生活了7-8年才能脱壳而出来，可是有的会卡住，就是运气比较不好吧，他两颗眼睛这样一直望着我，说能不能帮个忙？这是上帝的事哎，对不对？那个不是我们可以随便做，我就放弃了，把它拍起来这样子。所以照相对我来讲，你看小小的兴趣都没有关系，对，它会衍生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乐趣，所以我在这里也一直鼓励所有的观众朋友。你不要看你的兴趣太冷门来什么都不要去管它，你只要喜欢它，你去做它就会开枝散叶，会越做越大，你的人生就会越丰富。就跟吃头路同款啦，有个人一年换你四个头家，这个头家对我不好啦，不爱做啊，这个待遇不好，不爱做啊，这个福利不好，不爱做啊，你都没有去细的去深入或者去体验跟体会跟交朋友，对不对？就跟他姜老师，他连一只昆虫，他都可以看出端倪，然后都可以去发挥他的想象力，跟加入他的好奇心，然后无限把它扩大。是，对，我觉得这很了不起。来，请问李老师，你想说什么？你可以加入方圆保护协会来当解说员。我对昆虫很有研究哦。对，我告诉你一件事，我们有一个解说员是这样，就是他还没有加入荒野当解说员的时候，他每次拍昆虫，他很爱拍，拍昆虫给他朋友看，给他同事，他们就这样散开，就然后结果呢，他加入荒野之后，他每次拍多有成就感，我告诉你会很开心，大家就拍到什么，然后别人就哇，好厉害，对，所以你很适合加入荒野，而且我觉得你刚的观念真是太棒了，请加入荒野保护协会，马上又有连结了哈。来，那李老师，你从那个徒步环岛之后，未来想做什么样的挑战？挑战哦，其实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耶，你接下来的梦想是什么？我就说我没有梦想。你真的手势真的很多哎，而且很可爱。我说我没有梦想，就是我没有决定，因为我都觉得有梦想的人不是最美，是最苦。
啊，因为有梦啊，你就要去执行啊。如果没有办法成功，不是很苦吗？嗯，但是你要有个目标啊。没有啊，我就形我常形容一个东西，我们刚刚在聊，就是我人生有方向，嗯，不一定要完成。就好像我们今天登一座山，嗯，我可以不用到达山顶，但是我就是沿路走。那我只要往这里走，我沿路的每一个小花小草就都很美，嗯，然后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就都很开心，嗯，就 enjoy 每一个东西。那至于有没有登顶，有没有到达什么地方，我觉得都没有关系。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最开心就是我每天醒来，就是每天都在做什么，然后每天今天有什么事，然后人家约我，就像他刚刚讲的，就是人家约我什么活动，我就 要不要做，我自己可以选择，嗯，然后我要不要去接这个 case，嗯，然后要不然就回家陪我爸妈去聊天吃饭，要不然就约朋友吃饭聊天。像我这一次来台北，我就顺便从礼拜二，哦，你不住台北啊？没有，住台中啊。哦，你住台中啊？对，我礼拜二，然后，哦，你就来交流，就顺便对，顺便找朋友，然后一直到吃到礼拜五再回去，这样。还说我们没有早下通告给他，他要减肥，他每天都很想着要吃。今天结束就没差了啊。我前两个礼拜有认真减一点，今天结束，我今天晚上就可以开始跟朋友吃饭，抱着开心的心态就对了。对，因为没有录影了啊，你不会再找我第二遍啊。我相信，这集真的是值得我们中段班的哈，好好的学习一下啊。这样，那江老师可以随时找你去学画画嘛？哈，可以欢迎啊，因为现在疫情也快恢复正常了嘛，哈，然后也可以找一下我们吕老师去当你的荒野大镖客，我带你去大自然玩。好啊，我们有秘密的基地哦，会有，那我没有什么其他，但是你就身心灵，你就来就更多的灵感，然后释放下来。太好了，那有什么心里有什么苦闷，也可以找我们的石立君石老师哈，大家都放轻松。然后最重要就是要收看我们的人生调色盘，因为会让你的人生更精彩。谢谢大家收看，也谢谢三位特别来宾。谢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俚俗语就是人多话就多，三色人讲五色话。当然，嘴拢是一人的心的啦，哈啊，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而且成长的背景、环境、接触的朋友完全不一样。好，我有我的出生背景，你也有你的，所以你的见解跟我的见解一定不一样。然后我们对事情的看法，虽然磁场相近的人会很有默契，但是呢，你若是无慎选朋友。好，而且你这朋友都专门说三道四，还是说有在说一些八卦，好，不是针对有建设性的事情在说，或者是说就是我们在聊一些人生观，只是想批评别人，好，这样就没说很好。所以人说这些说三色人有五色话，我们尽量就是做好自己，存好心，做好事，说好话，让你的生命更有亮度哦。